今天是3月2号，在走茶火山步道，可惜天气还是不好。虽然没有下雨，可惜呀、啊，没有蓝天白云的茶火山步道。从登山口走到现在，都是阶梯的路。步道规划的很好，第一个亮点到了。多人在空拍，等一下我们要飞了，云雾散开了哦。已经有一些蓝天出来了，上面还是有几台空拍机在飞。天气好转了，刚刚一直在空拍，现在看过去云海了。快到山顶了，在100多公尺，天气大好，蓝天白云。要起吗？等下，等一下再上去。对啊，等下，那这状况应该也袂歹。好漂亮哦！收云还是拍照？收云啊！讲话啊！已经讲过了，你再还不完了。然后改超过500的话，我就退场。